去吧，看看想吃什么。哪来的小姑娘？捡的？那报警了吗？家里人肯定很着急吧？还没顾得上呢，等会儿吧。买这么多东西啊？贪吃鬼！ 你自己吃得了吗？吃不完啊！也大肚子小。我每天都要吃很多东西的，我想快点长大。只有小朋友啊，才会希望一夜之间就长大。 不许吃了，把脸给我。 吃的也买了，喝的也买了，你还是没有告诉我你的名字。我叫西竹，东南西北的西，竹子的竹。嗯。你怎么了？ 西竹，就是我妈妈的那个西竹。你为什么这么确定？受不了了，一定是我妈妈心里养的那个女鬼，名字冯宝，我以前就叫西竹。所以，她是被领养的。对了，我之前在妈妈楼下守了很久，灯早就已经关了，妈妈肯定已经睡了。 小姑娘，发生事自己偷跑出来的，我妈跟她还没发现，要是发现了，我得急疯了呀！地主，西竹脸上的伤，绝不可能是摔的。你妈妈以前打过你吗？当然没有了。从来没有？从来没有，我妈妈一个手指头都没有碰过我。 随便说说，你别放心他。他是偷跑出来的，我妈妈应该还没发现。我知道，你可以神不知鬼不觉的把他送回去的。等他睡着了吧，睡着之后就把他送回去。 你是不是应该叫我一声叔叔啊？所以你现在是不是可以告诉我，你打算去哪？我打算是去福利院的。但是现在，情况可能跟着你妈，你去哪儿我就去哪儿，你不要把我送回去。小傻瓜。 提醒一下我妈妈，旁敲侧击一下关于西竹出走的事儿。
你放心，我妈妈。玉茹，我们之前有在信主面前说过我叫秦棒吗？我不记得了，大概我随口喊过你吧。怎么了？是。 骗子，大骗子！吸毒成长记录。 这个姐姐是谁啊？西西不认识她。我这个姐姐我见过。你见过？说，在哪儿见过的？在哪儿？在哪儿见到的？什么时候？你放开我！你弄疼我了！你说呢？你说了我就放开你。在哪儿见过的？在哪儿见过的？什么时候？说呀！我真不告诉你。 你告诉我，你就是在撒谎。你是不是在撒谎？妈妈有没有告诉你，孩子最不能做的事情就是撒谎？你说呀，你说呀，你说呀！啊！对不起，琪琪，对不起，琪琪，妈妈不知道怎么了，刚才，对不起啊。 没事吧，西西？对不起啊，对不起，对不起。快送我到学校吧，我要迟到了。林老师，西西，你这是怎么了？过来，过来，怎么啦？怎么还哭了呢？哎，你跟老师说。 哟，这可就是天下奇闻啊！咱们的西西小朋友居然哭了，哎，我得赶紧给他拍下来。行了，有没有人性啊？西西，你跟老师说，是不是谁欺负你了？嗯，妈妈欺负我。妈妈欺负你了？那就是你在家里又不听话了，对吗？嗯，这是怎么了？ 啊，什么情况？哎呦，这怎么弄的？哎呀，你看这，这明显是被别人捏的呀！我好悲哀呀！老师看看啊，不哭了啊，西西，没事了啊。这是虐待。西西，你看着老师，这些伤。 都是妈妈给你弄的吗？他为什么要这样呢？为什么也不能这么打孩子啊？你看孩子的打的，这还是人吗？这是虐待儿童，不行，我必须得搜一搜。哎，这种情况是不是马上不能让他继续领养孩子？行了行了，你先冷静一下，到底是什么情况？咱们现在还不知道呢，也可能是孩子在家里不听话吧。林老师，你看看西西才几岁。 就算他不听话，那也是孩子的天性，他也不可能是故意的嘛。林老师，我不想回家。西西，你别哭了啊。今天晚上，咱们去老师家住。
不哭了。失败了，西西，妈妈这就接你回家。
老师睡一觉就没事了。等醒来之后，他就不会记得从金华来过这里，也不会记得带你回过家。我给他用的是赤伞的置换力量，可以让他短暂的失去一点记忆。你还记得赤伞吗？我好困。 走下去，从来都不会怀疑。过去争执的话题也失去了意义。本可以，我们一起，什么都不会逃避，就不会停在那里。最残忍就是我，本来可以。 就不会停在那里，最残忍就是我，本来可以。 你是谁？不记得我了吗？突然看见我，害怕吗？你又不是丑八怪，我为什么要怕？那有道理啊。
好看，是你带我来的吗？不，是你带我来的。我只是想去酒店看一看你，结果呢，被你带到了这儿。哇，我这么厉害吗？对啊。这可不可爱不是重点，重点是这不科学呀。现在情况就是这样，你们有什么结论吗？我问过师傅了，他说他也从来没有听说过在这样极短的时间里强行异变的。但是他说，世间万物都有天然的规律要遵守，强行反其道而行之，终究是有无穷隐患的。你的乐观精神上哪儿去了？秦芳，你别听他的，咱们换个角度思考问题。你看司藤向来就不按常理出牌，说不定他天生就该不走寻常路呢。什么天生不走寻常路啊？能不能用唯物主义来看这个世界？秦芳，你不要太着急，再给我们点时间，我好好研究研究。科学这个东西，就是要大胆假设，小心求证的。你怎么求证？上街上再找一个别的异族给你做实验品。你不拆我台能死吗？行了，你们有结果了告诉我。秦芳，你也别多想，你就踏踏实实带娃，等我明天出院了以后就去看司藤小妹啊，看你们俩。差不多得了啊，其实我知道你并不是一个普通人类小孩，对吧？要不然昨天晚上那么可怕的情况，你怎么可能这么冷静呢？话都说到这个份上了，那我就承认吧，其实我是个外星人，你应该也是吧？不然你怎么可能昨晚会做出那种非人的高难度动作啊？你是从哪个星球来的？是外星。你呢？这么巧啊，我也是从外星来的。不过你为什么会长得这么小啊？因为我是小怪物呗。小怪物不说实话是吧？行，你爱上哪玩上哪玩，再见。话直说。这世上像咱们这样的本来就少，大家交个朋友呗，互相帮助。我觉得那个孔定华也和我们一样。所以说你其实是怕他再找你麻烦，你想让我保护你是不是？怕？笑话，我怎么会怕他呀？你又不知道我是。你是什么？看大家都是外星人的份上呗。我们来谈谈接下来的合作吧。
等一下，你知道合作的前提是什么吗？是信任。但是你一直在骗我。我骗你什么了？你装懵懂无知的小姑娘，骗吃骗喝啊。不想合作就算了。好了，不逗你了，我们现在说正事儿，好不好？你是不是也觉得孔金华也有问题啊？他当然有问题了。那个易如是孔金华的女儿吗？对啊，他以前也叫易如。你跟他关系很好吗？怎么认识的？你就这么想知道？我就顺口一问，才不想知道你这些破事呢。原来你不想知道啊？那我就还偏要告诉你了。西西今天没去幼儿园，家里又没人，不会出什么事儿了吧？是不是孔金华带西西回老家去了呀？你说学校的资料上有没有他老家的信息？我还真没注意。那咱回学校赶紧查查看看吧。行。哎，你说这个孔金华，他到底是个什么东西啊？据我推测，应该是异竹，而且是竹子异变成的异竹。竹子？因为他之前教育我的时候，张口闭口不离竹子，甚至给自己的女儿取名也叫西竹，可见对竹子执念很深。可是喜欢竹子，不一定自己就是竹子啊，也可能只是单纯的喜欢竹子呢。比如有什么东西特别喜欢竹子？就比如熊猫。大熊猫？啊，你说孔金华是一大熊猫变的？嗯，我才不信呢，到时候我要探探底才行。行，只要你能查出来，什么我都能给你办到。吃点什么？我想喝元气森林。好啊，这个是无糖的，不会长蛀牙。给。好喝。你为什么这么能吃啊？都跟饿了几百年似的。不是一般像我们这种怪物吃不吃都无所谓的吗？因为我想快点长大，我想试试看人类的食物能不能让我快点长大。那你长大之后想做什么呢？拯救世界，保护地球。哟，理想这么高尚啊。那你知不知道谁叫司藤啊？什么司藤啊？哼，就随便问问。我听说啊，司藤特别厉害，我想问问你知不知道来着。哦，我听说过。是吗？那你知不知道他是什么样的人？厉害，特别厉害，史无前例的厉害。你还真好意思说。喂，易如。秦放，我妈妈她一直都没有回家，细竹也不见了。不会出事了吧？这里有吗？太可怕了！
有个异族的朋友，他最初和我相遇的时候就告诉我，你们异族不喜欢我。我想，你也应该不喜欢，对吧？西西，你其实也是个异族吧？我早该想到了，普通人家的孩子哪有你这么古怪精灵？你是个异族，收养别人家的小孩做什么呢？我老了，快要死了，总得找个可靠的小辈交代身后事才好。你是说，连你们都会老去？我们当然是会老去的。这世上的事物，寿命不一样，但都有起有落。我们的寿命很长，成长要很久，几十年、几百年，你或许很难看到我们的外形产生大的变化。难道没有例外吗？有啊。那是接近一百年前了吧，我记忆中唯一的一次，1910年异变，短短几年时间便声名显赫的异族。虽为异族，却被玄门驱使吸收同族的力量。当年我们迷兰族居四族，联合起来同族想要重装，实在太强了。那一战，我的三个姐姐还有许多同族都被司藤重伤，自此回归山林再未见踪迹，只有我在这世上苟且偷生。你接下来有什么打算？我想再收养一个孩子，好好管教他。这世上没有谁便生来可靠，须得一一看在眼里，手把手调教，才能真正的放心。怎么，上一个西族不合你心意？是我教不好他。
本就是有女儿的。虽然你说母女缘浅，但是她没有一天不想回这个家，没有一天不想回到你这个妈妈的怀里大哭一场。请您点餐。谢谢。想吃什么？秦凤，我要吃这个儿童套餐。来一份给你吧。你也陪我一起吃儿童套餐吗？我陪你吃儿童套餐。行，帮我来两份。好的，请稍等。如果一直是那样，你会怎么样呢？你能怎么样呢？你还记不记得我曾经跟你说过，过去的事情一直惦念着没什么用处。活着的人总是要有活着的目标。你要带我去哪儿啊？两位好，请随便看看。秦凤，我想玩这个。你就陪他玩吧，所有他试过的都帮我打包。秦凤，这里没有芭比娃娃。
留地纪念过去，没道理，相对还是很亲密。就算从来都不提，潜意识在收集，连空气又闻到气息，闭上眼睛，来自你。本可以没有顾虑，坚定的要在一起，走下去从来都不会怀疑。过去争执的话题也失去了意义，本可以我们一起什么都不会逃避，就不会停在那里。最残忍就是我本来可以想到过去，怀念那个自己，至少曾经拥抱你，放开手，和今后一同抛弃。本可以没有顾虑，坚定的要在一起，走下去从来都不会怀疑。过去争执的话题失去了意义，可以我们一起什么都不会逃避，就不